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吗？然后我们还有看来，刚才跟我们说五分钟，考虑好了吗？南瓜的图案。来，魔术师。对。OK 了吗？给我一个示范好不好？给我一个反应。OK 了吗？我想到这四个东西，因为我这两个是三只的那个小朋友、大朋友，那我们用手，用它一个颜色比较漂亮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在我们做一个活动之前呢，我们的魔术师然后我们还有用那个就是废物利用，就是它的壳，然后来。下来，对，编这个。